Hello，大家听得见我的声音吗？OK 的话，请在那个 question 里面打一下哦，然后看得到我们的屏幕吗？还没有开始哦，我们8点钟开始，能听到，能看到，对吧？OK，那我们再等2分钟，再等2分钟。好像有客户说，感觉声音特别遥远的感觉，有点小。哦，今天因为我的室友他也在外面开会，所以说我这边声音可能会有一些杂音，而且我是戴着耳机的。OK，那我们差不多就开始了。对，有客户说是看大屏幕，因为今天不是直播，我们网课的话呢，就是不露脸了，大家就能够把 PPT 看得更清楚一些。那在开始之前呢，还是给大家做一个风险提示，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呢，是不涉及到您自己的财务状况以及风险承受能力的，都是属于一般性的建议。而且这个资金安全呢，你也不用担心。我们 Go Markets 呢，从98年成立到现在啊，也是很历史很悠久的一家公司。我看到在开始之前呢，就有客户在问怎么看待 MSB 的暴跌啊。MSB 呢，其实我今天是想说的，但是我把那一页 PPT 删掉了，因为我觉得我的看法可能不够成熟。我今天看了新闻呢，是 MSB 呢，它其实也是在纽交所上市的嘛，然后它是做细胞治疗的。如果说大家不知道这家公司的话，我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它的背景。它做很多细胞治疗的药物啊，然后呢，这个礼拜四呢，应该是它跟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局，也就是 FDA 呢，去做一个 meeting，然后看看它的产品呢。够不够他们的批准，够不够他们的要求，要给大家看数据嘛，对吧？你这个产品是不是符合我们的要求？但是今天早上呢，有出了一个新闻，就是他们呢其实不是 FDA，它就是一个 advisory 的那种 institute，然后呢是说 MSB 啊，它做的这个产品呢不符合要求，没有看到它的产品和那个的。和那个叫什么呢？和那个疾病啊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呢，结果是好的。但是它这个只是一个 advisory，它不是作为 FDA 最后的一个决定的评判标准。所以呢，这就导致了今天我们看到 MSB 呢是下跌了30%，直接是跌破了维加斯隧道的。我不能，因为我对这家公司呢没有像对 CSL 这样子的了解，而且它这个做的这个细胞的这个药物啊，的确是很新，我也对它这个产品呢也真的不是怎么说呢，100%的看得对吧？所以说最后呢，其实现在如果大家买进去的话呢，其实就有点像是赌博了，就看它礼拜四那个 FDA 到底批准，这就是一个 gamble，因为谁都不知道。他到底会不会批准？除了可能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因为他们现在可能还在讨论等等的。但也有客户说，哦，MSB 在我们平台上好像不能交易。的确是的，因为他现在呢还不是 ASX200的公司啊，那他现在呢也只能就是说在别的地方交易了。当然了，MSB 他这家公司到底要
要不要去买，现在要不要抄底，还是要大家自己做一个谨慎的思考啊，因为这礼拜四到底会怎么样啊，那还是悬而未决的剑啊。那关于这个公司呢，我们就说到这里了。它大致的情况呢，就是这样，也是比较有意思的。有客户说听不到，听不到的话要重新启动一下就可以了。然后关于这个澳洲的疫情啊，维多利亚州的这个疫情，我也是一直都是很关注的。最近的人数是有所下降了，但是依然情况还是很严峻啊。我然后再看了一下，现在这个全球的确诊人数已经2000多万人了。我之前还以为自己看错了啊，因为感觉记忆一直停留在之前第一次做网课的时候200多人、200多万人的那个程度，没想到现在已经后面加了一个零了。那美国现在呢？现在新增呢也是有所下降，之前呢是每天新增是6万多例，那现在呢是4万6。在抖音上面呢也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闻，就是 CNN 的那个记者问特朗普说，哎，您怎么看待就是美国现在的新增的情况？特朗普就说 use CNN fake news，也是很夸张了。那除了美国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像是巴西啊，还有印度这两个国家现在的疫情也是比较严重的。巴西呢，之前也一直跟大家在说，说它其实呢是澳洲的铁矿石最大的一个替代的国家，但是它现在的疫情这么严重呢，那就会导致澳洲的铁矿石还是暂时无法被取代的。所以我们也看到，最近澳洲的铁矿石的价格啊，也是有一定的上升，而且包括像是 FMG 啊、BHP 啊和 Rio Tinto 等等的这些公司，我一直在提的这些公司，最近也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上涨。那之后呢，我们也会详细的讲一下这 FMG 这家公司。然后在开始之前呢，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美国的这个迷幻事件啊，大型吃瓜事件，然后也算是一个金融领域里面的一个花边新闻吧，那就是柯达，对吧？之前我看到我们的同事 Austin 呢，也在网课中讲到啊，就柯达一天暴涨300%，是十分的夸张的。我相信柯达大家都很熟悉嘛，像我小时候呢，都会去柯达相馆去拍个照啊什么的。所以说前两天看到新闻说柯达要开始卖药了，那我就觉得，很玄幻，就是很难想象得到这两个事情有什么联系，对吧？而且呢，这个股价呢，还从2天之内啊，从2块钱涨到了60美元，那是相当夸张的。当然我们从现在回过头来也可以看得到啊，它也只是花了一个礼拜就又跌回了10块。那我想必大家也都很好奇啊，那中间呢这几天的时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对吧？那我给大家稍微整理一下时间线。那首先呢，就是柯达呢，它在7月28日的时候呢，公布了自己已经拿到了美国联邦政府的一笔7.65亿美元的贷款。这笔贷款是用来干什么的呢？就是用来进军制药行业的。那做什么药呢？是做一个叫 hydroxychloroquine，也就是我们之前网课里提到的，就是那个是特朗普极力推荐的那个治疗新冠的药物，对吧？虽然之后呢，就是美国的 FDA 也明确的表明这种药物对病毒是无效的，而且会导致严重的心律失调。但是特朗普呢，依然是力挺柯达生产这种药物，并在当时呢是称之为这是美国制药行业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交易之一啊，那绝对是一个利好消息，对吧？那消息公布之后呢，那柯达的股价是上涨了2000%啊，也就是翻了20倍了。那有意思的事情呢，就是刚刚好啊，在这公布这个消息的前一天。柯达的董事会成员刚刚被授予了这个股票期权，啊，这有点太巧合了，是不是？其实呢，给董事会或者说是管理层发这种股票期权呢，也不是新鲜事儿。相信呢，我们很多
做澳股投资的朋友呢，也能够看得到，就是公司都会披露的，对吧？在公司的 announcement 里面都会说啊，我们呢准备给多少多少的股份呢，是给我们的这个很辛苦的 CEO 啊，或者是给我们的董事会成员。但是，一般呢，这些期权呢，它要形成都是有很多的条件的，对吧？比方说这个时间的限制啊，或者是行权比例啊等等的。比方说啊，它是一定要呢 CEO 在一年之后才可以行权，或者说呢，我一定要是在去年的已经有这些期权的，他们去行完权之后呢，才轮到我去行权，对吧？不然的话呢，有可能造成这个股价的挤兑啊，或者说是股票的稀释啊等等这样子一系列的问题。那我们说回来，就是柯达的这个执行董事啊，在27号的时候呢，被授予了175万股，价值1600万美元的期权啊，需要呢，他的要求呢，就是要在柯达一年前发行的1亿美元的可换票据全部转换为股票时才能够行权的。但是呢，我们其实去看一下数据啊，就是在8月4号的时候啊，这1亿美元呢，已经是转了95%了。也就是说，用不了几天，这个柯达的董事会成员就可以全部都套现了啊。所以说呢，这是很明显的，就是哄抬股价套现的一个方式。所以呢，上周五，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呢，也开始介入了这个调查啊，去看一下里面是不是有内幕交易，对吧？这也就导致了柯达的股价跳水。这2000%的涨幅呢，其实也就像是镜花水月一般，昙花一现，对吧？现在呢，也就是回去了嘛。那我也很担心啊，就之前是不是在美国有一些他们那种小散户就买在高位，然后被套了呢？啊，其实为什么举一个这个好像不是很相关的例子给大家呢？啊，虽然是在美国嘛，对吧？那也就是因为呢，就是柯达呢，它其实也算是美国股票里的一个神仙股啊。给大家举个例子，因为有时候呢，有客户也会问我说，哎 ，Joy 啊，你看这个小盘的仙股啊，它动不动就涨了60%，甚至200%的，对不对？那我是不是错过了很多的机会呢？其实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看到这些仙股，他们真的是很夸张的涨幅。但是你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想想看，对吧？虽然你错过了一波大涨，但你也很有可能错过了一波下跌呀，对吧？毕竟柯达其实也就涨了2天，但是呢，它跌就只花了1个礼拜。有很多，如果说您不是那种有内幕消息的，或者是对这家公司特别有钻研的、特别深的那种投资者的话，那很有可能呢，就是被套在高顶了，然后根本就逃不出来。所以说，如果大家没有对自己的这个公司有这么多的资讯啊，或者是信心的话，那一定要千万千万的小心这种仙股了，它的波动会特别大的。当然，这里就给大家提个醒啊。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就是大家都很关注的 ASX 200嘛，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今天 ASX 200是非常的给力。啊，也是创下了5个月以来的新高，到了6184点。啊，虽然我们的大盘呢是自3月触底以来呢只恢复了35.4%，对吧？相较于2月的高点还有14%的距离，但是目前啊，从这个技术图形上来看呢，我觉得还是比较喜人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今天的这一根线，对吧？它是明确的收在了这个维加斯隧道的上方。然后呢，我们知道嘛，就维加斯隧道嘛，是一个其实是在之前验证的，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阻力位嘛。那它突破的话呢，那它很有可能呢就开启了一个新的一个上涨的通道，那也是我们都很希望看得到的。而且呢，这个固比复合移动平均线虽然现在呢还是紧紧的靠拢着，但是里面的红色的短线投资者啊已经慢慢开始抬头了，也就是说明有更多的短线投资者正在进入这个市场，在买涨我们的 ASX 200的股票，那很有可能呢会继续推升我们的股指去有一个冲高。然后我看一下大家的评论。有客户问 AMP， 那我们一会儿在答疑时间一起统一讲吧。
那说完了指数，我也想给大家做一个回顾嘛。相信 Coco 上一节的网课给大家已经看过了，但是呢，我们毕竟是又过了2个礼拜嘛，所以跟大家再重新看一下，就是我们在7月22号推荐的这4只零售股现在都怎么样了，对吧？那左边呢是我当时比较推荐的2只公司，一家呢是 Cost。一家呢是 Wesfarmers，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家是超市，一家是澳洲最大的集团公司嘛。然后右边呢是 Woolworths 和 Kogan，Woolworths 呢也就对应着 Coles，是另外一家大家都很熟悉的超市，对吧？那 Kogan 呢，可能有一些客户没有在上面买过东西，但相信也都知道它，因为最近它的股价上涨得很厉害嘛。Kogan 的话呢是一个线上的商城。我之前网课里面曾经有说我不看好它，对吧？然后立马就被打脸了。我还看到 YouTube 的评论说你在说完 Kogan 不会涨的第二天，它又创了新高啊！这个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是吧？那对吧？常说说总会有说错的地方，大家见谅啊。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它最近的股票走势。首先我放的是一张 Cost 的图。之前一直有客户问我说，哎，Cost 已经这么高了，Joy，你怎么还看涨它呀？到底它还能不能涨呢？我的回答呢，也在前几期网课也跟大家说过了，对吧？这个是它有疫情的 buff 在。什么叫 buff 呢？就是一个推动力能够让它涨得更快。因为大家都在家嘛，没有办法。那个超市的话呢，它也限购，所以只要超市一出限购令，我就跟客户说可以去买一点超市股了。而且超市嘛是防御型板块，对吧？大家总要求生计的呀，所以说超市呢会在这一波疫情中的表现特别好所以这个我也不是很意外。那 Cost 呢在这半个月也是创下了新高，也就是在今天 ASX 200创新高的时候呢，Cost 也创了新高。它现在的价格呢是19.16，然后它的股价呢从22号到现在半个月左右呢，也是上涨了8.4%了，也是一个比较喜人的涨幅。如果大家有配置的话，现在应该还是比较开心的。那说一下第二个，就是 Wesfarmers，它的上涨幅度呢就不是很明显了，可能是因为之前呢，就是 office work 在家办公包括 bonus 那些福利已经被消化掉了，对吧？因为毕竟如果说我去买了个椅子，我不需要再去买一个椅子了嘛，对吧？所以说它这半个月的涨幅呢也就比较少只有3.4%，但依然呢是在今天是创下了历史新高的，是47.35块，也就是跟之前呢2月份的那个高点10分的接近了。那我们再来看看 Coco 讲的那两只公司，对吧？一只是 Woolworths 超市，还有一只是 Kogan。那我们一个个来看。那 Woolworths 呢，虽然没有创出历史新高，但是它的上涨幅度还是很可观的，有6%呢而且是上破了42元的这个关口，也是达到了之前在3月底的一个高位了，所以说表现也是不错的，虽然说没有 Cost 这么夸张。OK，然后呢，Kogan 呢是最夸张的了，对吧？它从我们直播之后上涨了有25.5%，而且今天的盘中呢一度呢是达到了21.5块的这个高位，也是创下了它自己的历史新高了。所以总结一下，其实这4只防御板块的零售股呢表现都是不错的，那平均的涨幅呢也在这半个月达到了10.8%。当然我承认是因为 Kogan 拉了很大的一部分。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是觉得，与其呢大家去炒一些像是 MSB 或者说是特达这类的公司，对吧？这种或不管你叫它是疫情概念股也好呢，还是说那种新型公司也好，那咱们呢适当的配置一些这些稳当的防御型板块，那它也是很好的嘛，对吧？不要总是觉得我们这些传统的零售行业它就涨不动的，它就没什么涨幅的。其实也不是这样，我们其实回过头来看一看，发现呢，防御型板块还是有它存在的道理的，对吧？这也就是为什么麦克一开始呢就跟大家说说这个超市股呢，大家都可以去买一些做配置。有客户问 Kogan 是有股评吗？是的，Kogan 是有股评的，大家可以问您的客户经理去要一下。
那说完零售板块呢，我们来看一下我说了好几个月的铁矿石，对吧？最近表现的怎么样了？啊，还是一样的 FMG，我们的老朋友，对吧？嘴皮子都快说破了啊，跟大家说是中国基建的硬需啊，巴西的铁矿石因为疫情啊很难出口，然后机构上调了铁矿石的价格预期，包括它是供应中国海运17%的铁矿石的公司，等等等等的一切呢，都跟大家在网课中反复强调过了。那也是之前呢是在几月份3月多的时候呢，是从九块，我记得是9.8还是9.2开始推荐给大家的，然后现在呢其实已经是翻倍了，对吧？是18.9啊。今天的最高价格啊，也是创了新高，不知道有多少客户能够拿到现在啊，反正我自己是老早就跑掉了啊，有点后悔。但是就是本来一直想找个机会进嘛，因为按照固比复合线的理论，它至少也得想等它回到这儿啊，但是没想到没有给这个上车的机会，所以说也是错过了一波涨幅，不知道有没有客户能够怎么说呢？能够抓到这一波它的最高点的，抓到的话呢，请在评论区扣个一，对吧？让大家一起恭喜你一下。那今天呢，我又看到了一个新闻呢，是摩根大通又上调了2021年和2022年铁矿石的价格，那分别上调了呢是19%和10%。那预期按照他们的预期啊，这2021年的这个铁矿石的价格呢会达到每吨100美元。我记得上一次上调的话，好像是另外一个公司，还是给的是摩根斯丹利还是哪一个公司，给到的是每一吨96美元的，92还是96美元的这样的预期，然后2022年呢，它调整为了每吨86美元的预期，这对铁矿石公司来说呢，可能还是一个利好啊，这对支撑澳元的走势也很关键，因为大家知道嘛，其实澳元也是一个商品货币，对吧？所以当我们看到澳元的走势很强的时候，那也就知道了澳洲的铁矿石现在有多强，对吧？铁矿石的价格有多高。FMG 呢，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长久的去关注一下，因为这家公司呢，它依然是表现的最好的一家公司。但如果您觉得 FMG 呢已经太高了，那您不妨可以看看，就是另外两家更加传统的大型的公司，像是 BHP 啊或者 Rio Tinto 啊等等的。好，说完了第一场直播，我们看看第二场直播，我跟 Jackie 一起做的。是7月底的时候跟大家说了4只美国的一个军工股嘛，我相信大家应该不是特别了解这4家公司，对吧？所以说直播的时候呢，也就跟大家介绍一下。那左边呢是诺马，还有那个诺格，右边的两家呢，相信大家 BA 还是比较清楚的吧，是波音，然后 RTX 呢是雷神公司。啊，那我们也来看一下。我们那时候说的这4家公司现在的表现是怎么样的？那首先呢，我就挑了一张就是落马的一个走势图。那我是按照7月30号去计算的，因为我们7月29号做的时候已经结束了嘛。大家如果要买的话，肯定得从30号去买。所以呢，我们看一下，就是 LMT 呢，它的股价是上涨了2.86%。那大家应该如果忘记的话，我跟大家再重新说一下，就是LMT 这个落马呢，它是做战斗机、火箭和导弹的啊。之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在2020年2月份的时候呢，价格是到过440块啊，这个都是美元啊，就是其实是一家比较贵的公司了。但是我觉得它未来呢，增长的潜力还是很大的哦。之后我们会说这是为什么。那第二家公司呢，就是诺格，是做核动力航空母舰的。在直播的时候啊，Jackie 也说了，对吧？他觉得诺格呢是这4家公司里面最有潜力的。为什么呢？因为最近大家看到就是，有开航空母舰嘛，对吧？大家就是美国有动航母的这个动作，所以说呢，它不光是一个军工股，它还是一个话题股。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涨幅也是很喜人的，而且它的一个上涨的趋势啊是十分迅猛的，就是一个。steep，我们怎么说呢？很高的一个斜率，对吧？是这样子去上涨的。那从7月底呢到现在呢，诺格也已经上涨了8.35%了。那现在的价格呢是336美元，
那如果大家对航空母舰啊感兴趣的话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这家公司，因为它现在的走势的确也是挺好看的，而且也是收在了维加斯隧道的上方。那对于军工板块之后的走势呢，我也会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预测吧。那第三呢，就是雷神公司，是做导弹和雷达的。那最近呢是上涨了 13.7%， 也是涨幅还是比较喜人的。但是呢它之前也是跌了很多嘛，我们可以看到它之前的价格呢是差不多是在156左右，差不多要接近160了这个价格。那它为什么跌这么多呢？其实就是因为它雷神公司嘛，其实它之前是一个独立的公司，但是呢它跟那个联合科技公司两家公司合并了。而那个联合科技公司呢，它里面呢是做那种军用飞机啊，或者说是航空的啊那一类的产品的，所以说呢它的一个整体在疫情当中的表现就不是很好，那整体上来说呢就是拉低了这个雷神科技公司它这样子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股价有一个特别大幅的下跌。但是雷神它本身这家公司呢，它的一个经营状况是比较不错的，而且现金流呢也是保持着是比波音要好很多的一个健康的状态，所以说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这家公司，它现在的价格呢可以说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公司了。而且大家可以看得到嘛，也在下面筑了很长时间的底，这个底部呢也是比较坚实的，大家如果想要去买涨的话呢做空的这个不是说错了，是那个止损的这个价位啊，就是也就是风险点啊，大家也会比较明确，基本上就是在56左右的这个位置。那我们再来看看最后一家公司，也就是波音，对吧？波音大家都比较了解了，是做大型民用飞机的，也是做军用飞机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也把它归在了军工板块里面。那像是大家比较熟知的波音737啊等等的一些民用航空飞机啊，也是大家比较熟知的啦。那最近呢也是上涨了 13.5% 了，因为最近美股的旅游板块呢也是回升的不少，所以说波音呢也是跟着旅游板块一起涨了一波。如果大家觉得我之前说的就是澳洲的零售行业也好啊，就是铁矿石的行业也好啊，都已经比较高了，然后不敢去追涨的话，那是可以看看就是我现在跟大家介绍这个美国的军工板块的。其实在直播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了嘛，就是它还依然是美股里面的一个价值洼地的，现在呢也只是刚刚开始涨但是前景还是很比较不错的。我们其实如果说大家有关注指数的话，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纳斯达克啊，在上个礼拜涨完了之后，这个礼拜表现是比较乏力的，就是创了新高之后啊，它最近的涨势呢，好像没有啊，像是标普500也好啊，或者是道琼斯指数也好，这么迅猛了。我觉得这也是很正常的，因为市场呢也是会恐高的嘛。投资者也会认为啊，现在科技股的目前的估值已经比较高了，那也不敢再进了。那这个时候呢，资金就会流转到别的板块上面，对吧？那像是在纽约交易所上市的这些传统的工业企业呢，就可以吸纳市场上大多数投资者和机构的资金，对吧？那我们也期待它未来会有一个更加好的一个走势了。我们之后呢也会出几篇就是专业的股评报告给大家介绍一下，就这些公司它具体是做的是什么，然后它的历史是怎么样的，然后未来的发展前景等等的。因为 LMT 呢是我在直播里面说比较看好的一家公司，那洛马呢它除了是有做这些军用的一个战斗机，它还做呢像是软件操作系统等等的这些东西，包括像是军用的这些国防的一些系统啊等等，都是由洛马设计的。那对，那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可以把目光转移到美国的这些工业板块上去，也是不错的。那直播的回顾就到这里了，然后呢，我最近也会收到很多客户的问题，我也总结了几个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的确是我不止一次收到过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一样的产品我买了就亏钱，但是别人买了就赚钱呢？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
就是在不管是买股票也好啊，买黄金也好，或者是做任何产品，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就好像自己买什么什么跌一平仓，好像这个东西就开始涨了，就感觉市场在跟你作对的感觉。对，其实想跟大家说，就是投资呢，并不是很简单的，就是买和卖就可以了。我认为呢，投资是做好交易计划啊，对，的确是这位客户说的对，他是说最重要的是 timing，就是时间，对吧？想跟大家说一下怎么去做好这个交易计划，包括其实我们 Grant 的网课啊，Grant 的 VIP 网课里面也跟大家反复强调这个做交易计划的一个重要性。那在做交易计划之前呢，你首先要知道自己的投资长度是多少啊？你要买这个公司的话呢，你是做长线的还是做短线的？你持有呢是3个月呢还是3年，对吧？那你当时呢，如果说是长线的话呢，那你就要写下你买涨这个公司的理由，对吧？一定要把 key point 写下来，就重点要写下来，反复看了，要写至少3到5条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有些时候啊，就是一个公司如果它跌的时候呢，你会忍不住想要去割肉的，这扛不住嘛，有些时候叫，对吧？就有些客户他就会扛不住，但是投资也是信仰啊，要勿忘初心，对吧？所以说这个纸条要随时拿着，一跌就要看一看，我这个3个理由它有没有变，对吧？有时候呢，这理由可以是基本面的，有时候呢，也有可以是技术面的，对吧？那大家看一看自己当初投它的理由有没有变，如果没有变的话呢，那就继续持有；如果变了，那可能呢就要考虑是不是要止损，或者是换一个产品了，对吧？如果我是投 CSL 的话，我首先会列什么呢？我会列它是最大的，对吧？龙头企业是做那个血浆制品的龙头企业，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它就是它做的这个疫苗，包括它之前的一个走势。等等的啊，这样子的一个价格也可以作为它你买涨它的理由了。那我们说完了长线投资，那我们再看看，如果说做短线的话呢，我们该怎么去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投资计划？那如果说是一个技术指标驱使大家去买涨的话呢，那就看一下是不是要把它记下来啊，截个图什么的，对吧？因为 Grant 的网课里也有跟大家说，就如果说要做一个短线的计划的话呢，最好是截个图，然后呢把自己的交易计划就写在这张图上面，然后把具体的买涨的价位和你想要止损和止盈的位置呢，你最好都标出来。如果是我的话呢，如果我是按照技术指标去买涨一个股票的话，我会在下单的时候呢就已经设置好止盈和止损了，然后呢就不要常去看它了。因为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也会有一样的坏习惯，就是喜欢呢打开软件然后盯着看，因为这价格一直在动嘛，那越盯呢就越想动，对吧？特别是做短线的时候，你就觉得去动一动也是很正常的，但是这样子呢就会破坏了你一开始的交易计划了，所以说就不要手痒，对吧？我建议大家呢，如果做好一个交易计划呢，就不要再过多的去关注它了。只要确保自己的盈亏比是比较合理的，然后分析方式呢是自己所相信认可的，那就是一笔很好的交易了。不管这一单最后是止损了还是止盈了，这都是你交易的一部分嘛，因为短线交易不可能每一笔都是正确的。那上一节网课的时候呢，也跟大家说过，就是哪一些股票适合做这个短线交易。那第一个呢，就是要波动大，然后价格高。那第二个呢，就是第一种呢，就是要不就是波动大的，要不呢就是价格高的，对吧？那第二个呢，就是最好是基本面要好的，而且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公司，才比较适合去给大家去做短线投资嘛。但是呢，我也收到一些问题，就是说，有客户跟我说，他自己在入场的点位那个，在入场的时机上面，老是把握的不是很好，不知道怎么去做这个短线交易才会是正确率比较高的，或者说更加
有优势的。那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做短线交易比较成功率比较高的一个经验吧。我觉得一个呢就是做黄金股，还有一个呢就是做石油股，我觉得是比较好做的。那黄金股的话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之前就是黄金就是可以看得到隔夜黄金金价的一个走势，那我们可以大致判断一下就是黄金股的它的一个价格走向，对吧？那如果说我们可以知道就是黄金它的一个大致的一个长线的趋势呢都是上涨的话，那我们像是在黄金股当中挑选一个单日下跌幅度比较高、比较大的，而且呢是怎么说是比较靠近我们固比复合移动平均线当中的一个长线组的话，那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入场点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黄金股啊，它平时呢也是波动比较大的，会有个比较大的跌幅，然后比较大的涨幅，这也是短线投资者最容易去加入的、参与的一个板块了。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然后另外呢，就是石油股，为什么我比较建议去大家去做石油的公司啊，而不是去直接买这个石油的期货呢？因为如果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石油期货的价格啊，就可以发现它最近的走势呢就很平缓啊，一直都是在按照美国油就是 US Oil 去举个例子的话呢，那它的价格一般呢是在40到43之内波动的，不会超过这个区间，而且已经维持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那如果大家看到这个石油的期货价格，它现在是在40附近的话，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去考虑去买涨一些石油股的公司，比方说像是 Oil Search 啊，或者说是 STO 啊、WPL 啊等等的这些石油公司啊，或者是 Origin 啊这些公司，哪一个跌幅比较大的啊，您就可以考虑去买一些，因为这些公司呢，这四家公司我们之前做网课也分析过，它大的基本面呢是没有特别大的问题的，而且呢它的走势也是差不多的。所以这四家公司呢，大家可以自己去选择，然后反弹的幅度呢，也会按照它下跌的幅度去决定了。这也就是跟大家分享的我的自己的经验，给大家参考一下，并不是说一定的它100%就是正确的，只是说如果说大家一开始找不到一个比较好的时机的话呢，可以通过看石油的期货价格去决定啊，是不是要买涨这些公司。还有一个最近收到的比较多的问题呢，就是做空是什么？如果我是一个刚刚加入市场的一个投资者，我该怎么通过做空赚钱？那我在跟大家说做空之前呢，还是要跟大家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了解这个做空的风险。大家知道，如果股票呢，它是可以跌到零的，对吧？但是它涨呢是无限的涨，就比方说 Kogan，对吧？它之前呢也就7块钱，但是它现在呢涨到了20块钱。如果说是做空的话呢，那如果说是买涨的话啊，我们这样说好了，如果是买涨的话，我最多亏多少呢？我是亏7块，对吧？但是如果我是做空的话呢，那我现在得亏成啥样啊，对吧？我是不是得亏13块？那我是不是就是相当于呢，比买涨的人要多亏了1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说股票做空风险是比要买涨要大很多的。这就是第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希望大家就是不要在那个牛市当中做空，因为很难，因为大家很难是去做一些逆行情的操作嘛。如果在牛市当中不幸顶啊，就很容易把自己打得头破血流。那第三个呢，就是不要仅仅因为你认为哪一个股票的估值过高就去做空。其实到现在呢，如果说大家有做几年的投资的话呢，也会发现其实估值啊是门艺术，它是个玄学。它并不是说能够按照公司的一个我们说 valuation model 啊，估值模型就能够计算出来的一个准确的数值啊。很多时候呢，就算是投行定的一个目标价位，它也不一定是正确的啊。它里面呢也有可能会受到很多市场的投资者的情绪的影响而波动啊。所以千万不要因为一个股票它估值过高，就认为它的价格一定会下跌。
这其实是两件事情，对吗？比方说特斯拉，人家马斯克自己都说了，我觉得我们特斯拉的股票是真的估值很高，但是它跌了吗？就是也没有大跌，对吧？大家懂我意思吗？就是说，包括像是我们在国内做投资的话呢，肯定是有一两套房产嘛，对吧？像是上海和北京的房价，对吧？它高不高呢？它也很高嘛，对吧？也高了好多年了，但是它跌了嘛？它也没跌。就是说呢，有些资产价格呢，它的确是估值很高，但是它不一定啊，它不一定就会下跌。所以呢，如果大家一定啊，就是很有自信的时候，想要去做空的时候呢，就也一定要带好止损啊，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带止损。当然，我这边说的只是说的是股票啊，并不是说就是外汇啊，或者是货币对啊什么，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对吧？那跟股票还是不一样的啊。对，所以说如果大家想要去做空股票的话，除非你是特别特别有自信，不然的话呢，我们还是看空不做空啊，是这样子的。那今天的 PPT 内容其实到这里也就差不多结束了。那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打几个大家比较想要了解的一个股票，然后我们一起看一下。因为有些客户跟我说，在听了顾比的讲座之后呢，就很好奇这个 GMMA 到底是怎么用的啊，包括这个 RSI 啊和 MACD 这三个技术指标到底怎么综合的去运用，才能够判断它现在是不是一个好的买入的趋势呢？来看一下评论区。有客户说石油股能推荐几个吗？我觉得您可以记一下，就是我刚才说到的WPL， 然后呢 Oil Search OSH， 然后呢是 Santos STO， 还有一家呢是 Origin， 就是 ORG 啊，这四家公司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今天我们也是在微信的小额通上做了一个转播，我也会在小额通上看一下有没有提问。我看到有朋友问 LYC 对吧，我这个电脑今天有点问题，它这个鼠标不太好使。LYC 日线上来看啊，它的一个涨幅还是比较强劲的，而且从三月开始涨，然后在这里呢也没有下跌，就只是一个平的一个回整，然后在这里呢又开始了一个上涨的趋势。我觉得 LYC 的上涨的趋势照顾比复合移动平均线来看呢，它并没有结束。如果说大家想要入场的话呢，一般呢是在红线组的下方会是个不错的位置，就是看它给不给这个机会了，也就是在2.36块的这个位置。大家如果想要在自己的电脑上安装我这个模板啊，可以找自己的客户经理要一下，然后就是装在自己的电脑上面，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的，这个是可以保存的啊。然后每次大家一打开这个软件，它就会自动跳出来。有客户问，就是这几个石油股最近可以入吗？那我们也来简单的看一下 OSH。我觉得做短线的话呢，像是 Oil Search 啊和那个叫什么 Santos 比较好一些，因为这两家公司呢它的波动更大一些，日波动啊。像是 WPL 的话呢，根据我的观察，它的价格一般就是在19到20，最近也都不咋动了。我刚才也听到了小婴儿的声音，我不知道是哪一位开了那个语音。
有客户问顾比复合移动平均线适合用小时图还是日线图？我觉得您可以结合四小时图和一小时图，哦，不对，和一天的天图结合起来看。像是欧优色这种公司，我们明显看四小时图会看得更加清晰和方便一些，因为它一小时图啊，因为它价格之前它的波动啊，就看起来不是很大嘛，然后就感觉很多线都挤在一起，你根本看不清楚它的走势。那这个时候呢，再放大也没有用啊，你就只能把它切到四小时图，然后再去看一下。那 Oil Search 呢，它现在涨到这个位置啊，按照它前面的这个走势来看，它在上面一直有一根隐形的一个阻力线，大家可以看得到吧？就是大家可以把维加斯通道啊当成它一个阻力线去看了。所以说它如果涨的话呢，可能也涨不过这儿，但是如果跌起来，它有可能再创一个新低。所以说这个公司呢，现在还不是很建议大家去买。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别的两家，就是 Oil Search 还有一家是那个，今天我们广播好像有提到这家天然气公司，也是能源公司啦。Santos 最近涨得比较快，但是呢，它下面的 RSI 呢又显示它最近呢有一个超买的信号，那也就是有可能它的价格会回落。大家知道这个 RSI 怎么用吧？就是如果说它达到70了呢，那就说明它现在的价格是超买的，那它的价格很有可能呢就会有一个回落，就像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它有个比较大的回落。那如果呢说它的价格接触在30左右，那说明它现在是一个超卖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价格就很有可能回升至它之前的位置啊，也就是它的一个应有的价格。那在这里呢我可以看到RSI 在跌破30之后呢，价格就有了一个回升啊。但是 RSI 呢不太适用于一个比较大的趋势，你说如果一个公司它一直在涨的话，那 RSI 怎么看都是没有用的，它适合用于波段。有客户问黄金和白银如何看，是的，对，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RSI 这里有个背离啊，背离的话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上涨的信号了。当然你看 RSI 的话呢，不是看背离也不一定，就是我们在看 MACD 的时候呢才会说看背离等等的。RSI 的话如果它一直在保持在70的话，只是说它的趋势还是很强，我倒是很少说它那个 RSI 会有产生背离了。我们先添加一下 MACD。好像加不少。好像我的软件有一些问题啊，这个 MACD 加不上。那我们今天就先看 RSI 吧。
有客户问黄金现在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买入时机？我们可以看一下黄金现在已经回落了多少了，差不多是已经回落了有4.4%这样子的一个比例了，而且呢，它现在也已经接触到了 RSI 下面的30，那它现在的信号呢，RSI 给出的信号是买涨，但是固比复合移动平均线呢，它给出的一个信号呢是它们这个双线啊正在交叉，然后呢，而且这个现在的4小时线的一个价格呢已经是收在这个长线组的下面，所以说固比复合移动平均线呢预期它有可能呢是会越来越靠近维加斯隧道的这个位置。看错了，就是我这个，我可能需要重启一下我这个软件。它就整个就弹不出来，这个 MACD。MACD，咱们下次等我软件修好了再讲吧。有客户问 AMP 这个公司，AMP 最近这个下跌趋势十分明显了，而且好像也没有一个反弹的迹象，所以说 MACD 不是，所以说 AMP 这家公司最近还是不是建议大家去抄底啊？就上次也跟大家讲过了，重启一下试一下。对，维加斯隧道是144和169。真的是，我以为是我的模板出了问题，现在我发现是我的软件，这个我的软件出了问题。那今天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就先到这里吧。等下次软件修好了，或者让我们的同事来跟大家讲解一下这个 MACD 的用法。我看到上一节网课的时候啊，Coco 也有讲到 MACD 该怎么用，大家可以回过去看一下我们 YouTube 上上传的这个视频，然后去学习一下 MACD 的用法。然后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有没有机会跟大家讲解一下，就具体的三个怎么一起用，好吧？谢谢大家这么晚来收听。